不过瘾，共唱更开心。各位好，我是彭于。大家晚上好，我是庆宇。在周末的夜晚，我们又相聚在江苏卫视的嗨唱起来。听歌、直播、短视频，用酷狗音乐一个全搞定。打开酷狗 APP， 参与实时答题互动，赢歌手签名版 K 歌机。本节目由皮肤好美三分清爽水润用多芬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实时话题互动，与嗨唱起来明星大咖一起嗨唱。当然，关注嗨唱起来的官方微博即可报名，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嗨唱啦！欢迎我们的百人嗨唱团。还有四位点唱团的朋友，刘维老师，欢迎你啊！大家好，袁伟老师，大家好。哥，接下来这个位置以后永远留给我介绍，好不好？因为你还单身，对不对？对，哎，哦，来准备好掌声啊！来啊，让我们欢迎黄婷婷。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婷婷。哇，接下来就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今天的实力歌手，不得了，不得了。因为我刚和维维去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在后面碰到了这位实力歌手。那今天的实力歌手应该是个男的。你好会推理啊！哎，你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他的声音才是最有特点的。很长很长40多年，他的声音依然那么的悠扬、清亮，被大家称为乐坛常青树。欢迎今天的实力歌手。费玉清，有请小哥。小哥，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剑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小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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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小哥！耶！欢迎费玉清老师，欢迎小哥。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小哥好，小哥好。前面四位是专家哈，来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晚安，你好，你好。相信大家都听过，但是我必须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刚才小哥给大家唱的歌《一剪梅》收录在1983年您的专辑里，是，所以说距今过去了大概快40年的时间了。
旋律一响起来，经久不衰，每个人都会唱。刚刚在外面看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手上来，他是一副流行画，可是您在唱歌的时候，配合我们的舞台，就是一副水墨画。哎呀，真是太会说了，太会形容了，真的必须必须，真不敢当。说到这一剪梅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合唱，更觉得啊，真的这是一首经典的歌啊。来，请小哥先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小哥，欢迎小哥。哎，婷婷，你跟那个小哥，我跟费叔叔之前有过合作。你叫费叔叔啊？嗯。边袁老师，你应该称之为袁爷爷是吧？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耶。对呀。那我们小哥在那个歌里头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是不是合作过一首歌？对，好像有唱过跳过。有唱过我们团的一首歌。来一下好不好？让我也合作一下。哇，你来一下。心心相印，爱的幸运去最重要的那三个字啊，而且小哥在过程当中整个胯是有灵魂的，哎呦，真的吗？特别小哥很会跳舞的，很会跳舞的。刘维啊，你今天已经输了，你再也不是舞蹈担当了。但是我做过小哥的 dancer。 真的？你们做过吗？我给小哥扮过那个什么都不必说。不是，等一下，既然都说到这了，你要不要完整一点啊？那我要跟小哥一起吗？刘维，来来来来来来。什么都不必说，我已经不再是那枯萎的花朵。什么都不必说，我已经决定离开无聊和寂寞。什么都不必说，我已经抛开过去面对自我。开心，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节目规则。每期100位欢唱达人现场与实力歌手共唱经典歌曲，其中3位幸运者将分别与实力歌手合唱，并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最后，3位欢唱达人将与明星嘉宾一起共欢唱。那么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共唱歌曲《千里之外》，会不会？因为这首歌曲呢，它就是一首合唱歌曲啊，对，哦，是小哥跟周杰伦一起合唱的，对不对？对，杰伦把这个两个不同世代，而且歌路也不相同的人，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以后，非常的协和啊。等待他发行的那天，就送了我一张 CD， 打了一个电话来，哎呦，这个人真的很也挺窝心的，写了那几个字啊，小哥。没有你的参与，这张 CD 绝对不会卖得这么好。是啊，功劳全部丢过来了，真不敢当，真不敢当。原版是由小哥和杰伦两个人唱，今天这里是100个人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今天这个场合当中，会不会带来另外一种也让人震撼的效果？好，本环节由酷狗超级 K 歌机提供点唱支持，在家唱 K 就用酷狗超级 K 歌机，天猫搜索购买享限时优惠。100位，拿起你们的话筒。你们准备好了？一首《千里之外》。
震撼。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给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梦散不开。摸眼睛，好像高晓松老师啊，刚才。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眼开。醒来是谁在窗外把结局打开？有没有像樱桃小丸？很像。我知道他声音嘞，他唱京剧，对吧？你是否还在？好像是哦。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存在，是我在远开。梦醒来，是谁在窗外把结局打开？这一看就在模仿你哦。那道如常一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拆。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飞白。打了个扇子。小哥，小哥，是先问问您，这一版听上去第一感受是什么？哦，第一感受非常的震撼，而且我正从这里头很仔细去聆听他们唱歌，这个也还感觉有那个戏曲的唱法。对，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千里之外》，哎，听出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感觉，还真的还有仙，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了一位王母娘娘。哦。是大唐贵妃哦，杨贵妃是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吗？小哥，晚上好。你好，你好。哎，我是南京的票友。票友，票友。哎，小哥，其实您想不想听贵妃来唱个《千里之外》那个副歌部分？哎呀，好啊，好啊，贵妃来唱唱。一番风味。哎，爱姐，爱姐，爱姐，我发现我旁边的那位，对，21号红衣服的姐姐，姐姐，您给我们介绍下自己。我叫方小曼，特别喜欢听，特别喜欢听小哥老师的歌，他那首《在水一方》，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如果今天晚上有可能的话，如果小哥再给我们演绎一首《在水一方》，我跟你合唱。谁要小曼姐姐？这样吧，我觉得得让这位姐姐也唱一下，听一听她的嗓子，好不好？我愿顺流而下，与他轻言细语，无奈前有险滩，他在水的中央。合唱了，我还没下来就合唱了。
谢谢小哥。追上去一两句，真的很棒很棒。我们刚看到了一个人，我不知道就是他在哪里，他拿了一个蓝色小望远镜偷偷看婷婷。你在哪啊？你给我站出来！拿望远镜那个42号在哪？哦，那边。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我叫徐浩，来自镇江。你拿着望远镜到底是看谁？哎，对，就是今天在这个台上，我觉得离费玉清老师太接近了。但是唱《千里之外》这首歌呢，我必须得把望远镜倒过来看，居然有一种千里之外的感觉。哦，听《千里之外》就拿望远镜，那我想问一下了，你听一剪梅是不是拿剪刀啊？要？我们听你歌声怎么样？来两句。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他刚刚在唱歌的一瞬间，我又从他身上找到了刘欢的影子。对对对，他鼻音很重，有点像刘欢老师。好，谢谢你啊。我发现有一位朋友，48号的一位姑娘啊，她是她的表情非常丰富，表情丰富，哎，真的可爱，哎，好可爱吧，戴帽子的小丸子，大家好，我是阿毛，你今天为什么穿这么可爱呀？因为毕竟可能是里面唱的最差的，就，你觉得自己唱的最差？因为我从小到大唱歌真的是一言难尽，非常的坎坷。我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吧，哇哇班大家一起合唱，我就站那里唱歌，然后在我旁边的小朋友，他唱着唱着他不唱了，他唱得太难听了，妈妈。还有一个印象深的，我能讲吗？你说，就有一个少女拿着水扇，一看就是唱《夜上海》长大的。她是86号，你在哪里？大家好，我叫徐迟，来自安徽。你是做什么工作还是在上学？你跟我们说说。我还是个学生。学什么专业啊？英语播音。哦，英语播音啊，用英语唱一下小哥的歌。彭宇哥，彭宇哥，我可以用4国语言唱小哥的歌，试试看。La vie, la vie est là, la vie, la vie est là, la vie, la vie est là。日本。いつまでも熱いでる飽きるけを韓文이제는없어사랑은없어너는왜그래真的有这么回事啊，泰文나만이혼자이나만이혼자이너이니마이케이마이哎呦，小哥，这4个版本喜不喜欢？就不想让你是现场编的，都是假的，小哥。我说呢，我们100个格子里面，真的是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那其实只有3位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跟小哥一起来欢唱，看哪位是我们的第一位幸运达人。哦，请看。53号，我们现场来了位外国朋友啊！哇，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欢唱达人，闪亮登场。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新西兰来的朋友罗一航。我注意看你的标签是我是鸡蛋人，对，婷婷猜一下为什么是鸡蛋人？脑袋很圆，然后可能脑袋得有一点光滑。你说的那是孟非老师。小哥要猜一下，他的标签叫我是鸡蛋人，什么意思？应该是长得白，外白内黄吧。因为他喜欢东方，你看他是华语讲得这么好，哎呦，就觉得可以这样形容吧。你是来到中国以后给自己取了这样的一个标签，是不是？对，就是。那问一下了，你最喜欢我们东方文化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就是我特别佩服的中国对他们父母和就是大年纪的很尊重，对，很尊重这种尊重。
其实我妈妈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之前的中文老师，说妈，你也要学中文吗？她说，哎呀，因为你肯定会找中国的女朋友吧。就是你结婚了之后，我这么跟他交流啊，都已经想到婆媳关系了。有这个还挺中国的一个妈妈，没错没错，所以想这么多，真的。那你是不是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还没有，对啊。女生你喜欢哪一类型的？其实我喜欢的女生是，我觉得是中国所有人最爱的女生。等一下。我们猜一下好不好？你看他这么高的个子，他应该是喜欢那种个子高高瘦瘦的。不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别人喜欢矮矮可爱的。我坐在你旁边呢。哥究竟喜欢谁？哥究竟喜欢谁？西施。啊？西施。那不是那个情人眼都会出这个女生吗？哦，情人眼里出。那个我们要纠正一下，我们不是来帮你择偶的，我们是来唱歌的。哎，我是一名创作歌手。对，哦，你是创作歌手。哦，创作。我就是之前发了一些我自己的 EP， 给我们来两句，看看那个韵味怎么样，好不好？嗯。I give up on love， 爱情不会完美，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了现在。That's why I。Give up on love， 哪怕结局是我的心碎。声音好听。这是你写的词，对对不对？那你会不会把一些好听的中国歌，然后推荐给你国外的朋友，叫新西兰的朋友？肯定可以，因为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多翻唱。你有翻唱过很火的中文歌吗？啊，翻唱过了，翻唱过。比如说。I know that if I see you again, beside that cafe we met, I'd forget about the past, lose track of time with you, talking about our lives. 啊，所以他把中文翻成英文歌，然后推广出去。但是我跟你讲，不是所有的中文歌都能翻成英文的。对，有一些是比较难，有难度的。你有试过这个事情吗？比如说 ，Do you wanna go 啊 ？You go I go everybody go 啊 ？Hey hey do you wanna go 啊 ？Hey hey do you wanna go 啊？有些韵味是英文是做不到的。是吧？他唱完，我特别有兴趣，接下来去学英文。你唱完以后，我就放弃这个念头了。来，我们先来看看，看一下歌单，小哥带来的歌单，《青花瓷》经典啊，《绒花》，我只在乎你，《龙的传人》，我最亲爱的和《吻别》，所以你要挑的是，必须选的歌都是《青花瓷》。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特别喜欢啊，房文山的词。哦、oh. ，对，因为我觉得这他是每一句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特别给画面的。方文山的词实在是非常棒啊，他能够把早期的诗词的概念放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然后变成歌词。我自己跟他有合作一首歌，然后这个歌词他写了一句话，写得很棒。他说幸福是回忆时会微笑的往事。哇，好棒，那很有画面。对，大家常常会讲幸福，可是讲不出幸福是什么。像这个他自己跟杰伦的作品里面，我还有一首非常喜爱的发如雪，啊，发如雪。最后两句，铜镜映无邪，扎马尾。你若撒野，今生我把酒奉陪。哇，那个境界已经到了古代才会有铜镜啊。小哥，您有没有很特别喜欢的文字或者是作者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感觉它是很优雅的。把那个情感呢放在这些水啊、清风和明月当中，好像说，在一个那个蒙蒙阴雨的这个天气里，我在等待我的家人。那现在我们开始唱歌了，好不好？好好，有请，来有请小哥。好，好，来试试看，试试看。哎，好。
不配勾勒出轻怕笔锋浓重的偏向那灰的牡丹一如你初妆软软檀香透过窗心生我了然悬着声走别至此歌一半幽色绘出是你独韵味似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每一缕飘香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的烟雨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数万里风牵着的飘逸就等我为遇见你赴你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也打捞起云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期的静谧也润于温底临摹松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腰上一千年的秘密即使你优秀花间落地你在彩风里 When my inset upon this tune 英文英文 Although the ink has come to fadeIt's hard to me to still remain Good! Yeah!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寒里放纤绕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赴你 The sky is crying blue as I wait for youWhite moonlight guides our way, fields and morning dew. Our world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so free. The time is calling.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寒里放纤绕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赴你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未打捞起云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谢谢两位。哎，说一下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帅哥，哎，感觉合作起来怎么样？除了唱得好之外，哈，中间也给了我们一段这个英语的这个诠释，也很好听。对，谢谢。可以感觉出来，你对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啊。感谢。刚刚他那个突然用英语唱的那段，歌词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点吃惊？有。要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英文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那个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对怎么翻我翻译到的 The sky is crying blue as I wait for you 哎呦就是哎翻译的时候我你不能就太直接的翻译是所以对我下雨带了一种蓝色的感觉、之前小哥跟周杰伦一块演唱、是两个辈分的演唱对对刚刚你的看的是中西合璧、来自新西兰来自中国对不对这一唱完以后这歌的感觉又不一样了特别感谢你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中国的歌曲通过你的方式传递出去再次感谢你好不好谢谢也谢谢小哥谢谢As I wait for you White moonlight guides our way Feels the morning dew
Our world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so free. The time is calling. 第二位幸运达人会是谁呢？请看大屏幕。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欢唱达人，来，有请。打扮得非常利落的一位女孩子啊，对，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沈阳的张馨月。你整个标签都非常直白。对对对吧，很会唱歌，张馨月。我现在是沈阳音乐学院的研二的学生。哇，校友儿，师哥，师哥。对，那唱得老好了，专业的是吧？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哈，这种标签啊，它就会激起人的好胜心。你怎么个很会唱歌？你得给我们表示一下，对不对？突然想起，现在有一首歌很红，叫《气球》。气球，它需要气很长，对，一般人唱不下来，是吧？气要长。哎，这首歌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唱下来，我觉得那还能够小小的说明一下你很会唱歌，让他们看看俺们沈阳音乐学院的厉害。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小哥，这首歌听过没有？这首曾经好像听过，但是如果有人能够现场秀一下的话，更加深我的记忆，加深印象。对对对，要不要也来试一下？不，李爱出的题，待会儿你要唱。对，要不爱姐你来试一个吧，好不好？这个气要很。我跟你讲，你说不定不但没有气，连调都没有。不是，等一下，我不是属于负责挖坑的那个吗？爱姐加油，爱姐加油，爱姐你可以。3, 2, 1。Go!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小小的面的变得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各种花色任你选择。Round two。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你的我的新的旧的各种管子各种花色任你选择。我们要不要让馨月试一下？哎，幸运馨月，是是是。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变得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好，哎呀，何源最棒的一组了，谢谢。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啊，一句歌词让他加分了，有没有？就突然他的形象变得很好了。两位前辈，咱们就一起好了。好的好的，我就听不出来谁气多。漂亮。好嘞，来来来。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你的才到第四啊，小哥。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的，好的。一二三四，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好听啊，小哥。哎，感觉好像自然变成了一首另外的感觉的歌曲。哎，你的合唱对象是小哥，紧张吗？不紧张。来，我们看一下小哥的歌单，还剩下五首歌，《融化》、《我只在乎你》、《龙的传人》、《我最亲爱的》和《吻别》。哇，哇，我想选《龙的传人》。哎呦，
也蛮意外的，对不对？蛮意外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对你就是这种比较男子气概的歌比较感兴趣。对，而且在我印象中这首歌男生翻唱的比较多。对，我想挑战一下。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首歌曲放在您的私人歌单当中？这是我踏入国际的公司啊的第一张专辑上面，让我也真的受到了一些偶像般的那种待遇啊。那么从我一下飞机开始啊，就感觉好多人在机场里头接机的时候，他们是等谁啊？当我走近的看的时候，欢迎费玉清，哎呀，都喷泪了，几千人在那边举着龙的传人的，我就觉得一首歌啊，砰一下，所以一唱，海外的华人全部聚集过来，对，当然这个歌的很深沉的意义啊，龙的传人，大家共鸣很大。他这首歌原本的主唱李健富，然后后来在当时，有另外一个人翻唱，王力宏，李健富是王力宏的舅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样的，是这样，很特别，所以这个歌等于经过了李健富一代，再经过王力宏又一代，这个歌曲就一直传唱下去，变得传承的味道，是，包括小哥这首歌他也在新加坡做了发行，重新的发行过，所以这个歌几乎是所有华人世界里面没有办法涂抹的一首歌，太棒了。各位大伙儿现在在自己的家乡演唱，那个感觉可能会少一点，有机会你们出国到了海外听到这首歌很容易流泪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哎呀，来不及想听唱大家唱这首歌那种感觉，哎呦呦呦，我就很期待，很期待了。是，来加油吧。好，黑头发
谢谢老师。啊，小哥，我学会了一支新舞。什么舞？所以，哎，跟这位年轻人是演唱的感受怎么样？我唱的就比较有点那个中规中矩派的，经典派的唱法。但是你到你这来，这个一个年代一个年代的诠释方式，我就感觉到啊，这个一种传承，很棒。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他的演唱啊，有一种奔放啊，对对对对，对不对？就嗨起来。如果说您演唱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一条巨龙在徐徐的游动，他就是突然一下砰，那个龙往上。就龙腾虎跃那种感觉，一提升起来，一提升起来。但是我的感觉哦，它还有一种传承在里面，是，对不对？就是这一辈的中国人，然后跟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他有一个传承，有个脉络在里面。我们的前辈们，他就会用他这种就是宽厚的，是不是这种方式来慢慢的支持着你？前面我给你铺垫好，来，现在到你了。对，就这种感觉。你来唱，我来跳。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好，稍微休息一下啊，很棒棒，新月的演唱。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幸运的欢唱达人会是谁，来，请看大屏幕。61号，一位可爱的小姑娘，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幸运达人，有请。大家好，我叫王天琪，我也是小哥。哎，你是什么小哥？我是快递小哥。快递小哥，你是快递小哥啊？费老师，因为他是在家里排行老小，所以叫小哥。但我不是，我是性格比较像男孩子，所以大家就给我这个外号叫做小哥。性格很好。其实跟小哥我感觉真的是太有缘了。听说小哥的祖籍是安徽。安徽，对对。啊，我也是来自安徽的，我是安徽亳州药材之都的。亳州啊，华佗之故乡嘛。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没带一点来？我最近也不太舒服，反正。确实给大家带来一点家乡味的东西，希望能够唤醒小哥的一点家乡的那种感觉。给大家来一段黄梅戏。黄梅戏，有底子的，来唱唱，唱个几句，对。悬呐、啊！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与谁牵？人人夸我攀鞍帽，原来纱帽罩哇啊罩婵娟呐！好听哎，好听！哎，你是怎么想到就用弹吉他的方式来编一下你驸马的？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家乡的东西，然后又很喜欢戏曲，所以就想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他是很新颖啊，是居然用吉他来做这个衬底的音乐，把这个两个不同世代，对，然后结合起来觉得非常的协和啊。传统的东西，我就觉得有像我们这年轻朋友来的话，继续常常这样子来散播一些这种好的音乐，好的这种有点年份的东西，这就会继续传承下去。太棒！哎，不知不觉就让大家
多多接触。对，最主要呢，他这个唱的用的这些元素呢，刚好又是您家乡的，哎呦，就更有味道了。对，因为很喜欢老师的歌，而且觉得他的歌跟就是那个戏曲有点很，就很奇妙的那种融合的感觉。我就是还改了一首，就是老师之前唱过的一首。此光一生与梦里，梦似自能回味，忆童年似走马青梅，灵秀无在你相随。好听，好，真的好。他是用黄梅戏的那个调在演绎这首歌，这个歌真是经典中的经典，特别的经典。这个我还挺想问一下，您唱歌的时候会受到戏曲的一些影响？哎，有，小时候就 radio 放出来，大概都是一些南方小调或是一些转音的东西。比如说唱到一些歌曲，你不用这些技巧下去，还真不能够诠释它的那个味道。像你刚把《往事只能回味》，其实只要平音唱就可以，可它加了那个戏曲，哎呦，味道就出来了，就有那个软 Q 软 Q 的味道，回到古代的那种感觉。嗯，我们说到戏剧哦，我真的不得不提一种非常欢快的，因为刚才我们都是安安静静的唱，是有一个非常欢快，这个就得交给刘维了，是他家乡的。东北二人转是吧？是这样的啊，我呢一直都是为东北代言的，我是来自辽宁鞍山，东北最厉害的曲艺叫做二人转，老师您听说过吗？哎，听说过，很有名啊，很有名。对，但是我都说这种民族的就是国际的，他这种叫动人，然后我也改编了一个，我这首歌不动人，但是非常的动感，真的。对，然后我要接下来给各位老师们展示一下，然后也希望老师们可以配合一下我们东北的民俗，这是非常国际化的。然后我要那个跟灯光老师说一下，我现在需要一个巨星的灯光，请把我的麦声调大一点，因为现在我要进行一个专业歌手的表演。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请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女士们先生们，我来自东北，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回呀，少的给老的拜，少的给老的拜，老的拜老的拜，一二三走。提到东北你能想到啥呀，如入貂蝉人生还是东北话呀，东北人都是火雷锋啊，你没个东北朋友咋能闯天下呀，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东北。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刘维。 Thank you, 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小哥特别有感染力啊！哦，对，是不是？他一跳起来，你就觉得你必须在旁边跟着。哦，你到底为啥不跟我们一起嗨呢？你不方便，有武器在身。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小哥的歌单有哪一些让他选择。有《绒花》，我只在乎你，我最亲爱的和吻别，你要选择的是？我选《绒花》。他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意外。你今年多大？你听过这歌吗？女孩子不该问年龄的。啊，漂亮一点。不该问年龄。哇，你真的太赞了。
不管这个小妹妹的这个歌流行的时候她才几岁，但是这个歌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哎，是的。所以有人说日记啊是一种时间我们自己做的一些记录，音乐其实也逃不掉。有人说一听到的时候，哎呀，那当年那个歌流行的时候我们才几岁，这就是一种声音带来的一种呼唤的感觉。这首歌啊最开始是出现是由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啊，对对对，出现在一部电影叫小花，一部电影当中刘晓庆老师演的。最近又有一部好的电影，又用了这个主题曲，一下又换回大家的记忆，就是芳华。哎呀，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很爱听了。所以这首歌我相信旋律一响起来，不管什么年龄层的朋友一定会都会很期待着不一样的合作，不一样的版本，又是两代人之间共唱经典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先为你选荣花这首歌鼓鼓掌好不好？好不好？特别棒啊。哎呦，来，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持续给我们带来惊喜啊！高音好棒啊！其实我就是在听到老师起第一句的时候，我就很想哭了。为什么想哭？不知道，就感觉他的声音把我带到那个画面里去了。我觉得天琪非常非常幸运的。我们常常在讲说，
会唱歌跟很会唱歌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细节。我们再看费玉清表演，是有很多细节，很多的尾音哦，我们都平常就是气不够就带过了。可是小哥您总是能够把那个尾音的处理得非常好，真的，小哥我想再给你一次掌声，真的好，谢谢你，太过奖太过奖。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有一种电影的画面感，你感觉先看到了一朵，然后慢慢慢慢你就看到满山遍野的绒花。我们中国人会称绒花叫英雄花，它就是像我们前赴后继的英雄一样，一片开完马上第二片就接着开起来，一直这样子红红火火的花。所以刚才两位这样的合作就特别有电影的画面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首歌的深长的意境感。我选这首歌也是因为我爸爸他之前跟我提过这个电影，然后呢他平时其实不喜欢我唱歌，然后我一在家唱歌他就说能不能唱一首我喜欢的歌，然后对今天看到这个绒花我就觉得我爸应该他会喜欢。我觉得刚刚两位在台上演唱的时候更像是一个父亲领着女儿在演唱一首歌曲。对，看到我们的年纪就是当年我出道了差不多，也就是这样，有时候喜欢音乐的人你会觉得特别年轻，我觉得就是音乐一种无形的滋养，所以希望你能坚持对音乐的喜欢。会的保持你的一分乐观开朗和自然，就会像歌里面唱的一样，你是一片芳华，坚持住就会满山崖。好，我们再次谢谢第一小哥，谢谢唱歌，谢谢谢谢。世上刚刚呢是我们的三位幸运达人依依跟小哥共唱了一首歌曲，我们看一看还剩哪些歌曲，来请看。我只在乎你，我最亲爱的，还有吻别。首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把这几首歌放到歌单里面？我只在乎你为什么选这个歌，他那一句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啊，当然就像我们艺人就有这感觉，我们如果不踏上这条路我们会在哪一个行当里面在里面发展都不知道，所以我只在乎你我觉得就用我的是一个歌手的感觉我就表达了，哎呀我有这么多的知音就觉得非常开心，我只在乎我的知音、是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好幸福啊，有没有？就是那种念心的感觉，念完以后还会把那个信封规规整整的抹平。哎呦哇，哎呦感动了，很棒这个歌哈、歌就是好歌。是、那另外我也选了像我最亲爱的，对，这是张惠妹的歌。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带来她的姐妹，哇又蹦又跳的，就觉得哦，我一看就跟她讲说你一定会红的。后来在很多演出的地方啊，哇她真是很热情的人，跑过来讲小哥好久不见，这么热情的一个拥抱，觉得非常的这个暖心。所以婷婷，对，知道今天录完影该干嘛了吗？知道了，飞老师是啊，懂了懂了。所以婷婷这个你听过吗？我听过，我听过。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有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
第三首歌都是吻别啊。这个张学友先生也是啊，他也是来上我们的节目，台下的时候他说问我什么呢，你忘了我吗？我以前比赛香港第一名的时候是你亲手颁奖给我。哇，哎呦，哇塞，这真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没什么造型，腼腆哎，青涩的一个少年，哇，就哇，真的好声音不会被埋没啊，到哪里都发亮啊。我觉得他唱了很多场《吻别》，他永远要唱，是最被大家所掌声最多的，没错，最代表作的一首歌。是，来一段小哥。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哎呦，对，这是张学友的，还有一些哭腔。对，我刚才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合唱，我很认真的在听小哥的版本。小哥的版本是谦谦君子如玉一般温润的版本。哎呦，哇塞，过奖过奖。所以呢，小哥唱的时候是春季的那种春雨。慢慢柔柔的，学友哥一唱，秋天，哎呀，讲得好，讲得好。但我觉得真的，真哪一首不唱，我觉得都可惜，有是个难题了。对啊，我觉得要不然今天我们把这个难题哦丢给现场100位，因为待会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合唱的嘛。哎，也是个三首，你们想唱哪一首？三二一，告诉我。哇，最高的意愿哈，那还有吻别，还用说什么吗？因为是最后一个聊的，前两首的故事你们都忘记了是吧？我觉得就尊重大家想法，而且我也挺想听一听待会上来的三位，他们会把吻别唱出什么季节？哎，对，哎，有春天的，有秋天的，我们看看他们会唱出什么样的季节。是，来，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请上我们的三位幸运的欢唱达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演绎这一首吻别。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how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is and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 only hav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 won't you take me far away?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予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从此唱得见有一
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我知晓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慌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然后知晓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想问一下小哥，刚才您觉得三个人唱出了什么季节？哎，我觉得热情如火，夏天，夏季。哎，我也这样感觉。今天小哥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带给大家特别多的快乐之外，其实一直有传递的这份感动，就是在乐坛这么多年来，在这个隽永的时代留下了特别多温暖和感动的回忆。所有的朋友把掌声送给费玉清老师。今天小哥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带给大家特别多的快乐之外，其实一直有传递的这份感动，就是在乐坛这么多年来，在这个隽永的时代留下了特别多温暖和感动的回忆。所有的朋友把掌声送给费玉清老师。再次感谢我们的费玉清老师，期待您的声音能够陪伴我们到永远。每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用最用心的音乐，最动听的音乐来奉献给您。记得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嗨唱起来。感谢酷狗超级 K 歌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多芬沐浴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